些人也真是的，说好了一起出来玩，转眼就不见了。可能入宫以后就再也见不到这么敞亮的月亮了。朕是朕，是能发动宫中禁军，且天下人皆知陛下爱深夜猎狐。杀了。是。名字？程若云。哦，你就是程若云啊。哎，等等，我不是刺客，我是紫衣局的。陛下你看，我有令牌。你果然和画像上一样愚蠢。陛下看着很熟悉。对，我是紫衣局的新执剑人，宫中已经上呈了我的画像。在哪儿见过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来出宫踏青，听说这里风景甚好。哦，还有呢？千真万确，而且我不知道陛下会在此猎狐，是先来的，只是没有来得及走而已，请陛下恕罪。